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他曾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司长，长期深入一线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和难点问题，并且将理论研究和实证相结合，为决策层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建言献策。陈文玲主持并参与国家多项重大课题研究。 包括国际经济、区域战略、对外开放、现代流通、现代物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撰写大量调研报告、多项研究成果和建议，受到国家决策部门的重视。 我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林，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大家一起分析美元是如何收割世界财富的。我想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呃做一下解读，也是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首先，我们看美元在世界上为什么能够有七十六年的霸权地位？美元的这个霸权地位谁给予它的？ 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和国际上的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呢，它也经历了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呢，就是金本位制，这个是从一八一五年到一九一四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黄金、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国际贸易。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呢，就确立了。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它的特殊的地位。一九四四年，在美国东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子上召开了会议。这个镇子叫什么呢？叫布雷顿森林小镇。一共是四十四个国家参加，七百多位代表。当时中国派出了三十三人代表团的人数仅次于美国。这个会议上呢，就确立了几件事：美元。 作为国际货币，美元和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相当三十五美元。那么各个货币呢，跟美元挂钩。那么这是非常激烈的一种博弈，在这个博弈中，英国派出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凯恩斯，当时是英国的财政部长。他的主张呢是成立世界银行，英国呢占份额百分之十六。 那么加上了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加起来呢，英国可以占到这个世界银行的百分之三十五。但是呢，美国派出的代表是美国财政部长的部长助理，叫怀特。怀特提出的主张就是用美元来结算，因为当时呢，美国是第一大经济强国，它的 GDP 当时占到了全球的百分之七十。 它的制造业占到了全球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它的贸易占到了全球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而当时的英国，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它的这个债务已经占到了 GDP 的百分之二百四十。所以你国家没有实力，你的这个方案再合理，派出的人再是滔滔不绝，经济学的世界权威，但是也没有用。最后通过了怀特方案，就是波雷顿森林体系所说的。 双钉柱、双挂钩，那么美元等同于世界货币，等同于恒定的黄金值，美元的这个地位啊，由此而产生，是它作为世界货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但是我们不能说，美元的霸权地位由此而产生，为什么说呢？因为美元还要跟黄金挂钩呢，美元支付的过程，就是。 它要输出黄金的过程，但是美国呀，在朝鲜战争，还有呃越南战争，两场战争啊，消耗了大量黄金，消耗了多少呢？从两点一三万吨下降到了八千八百吨。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国总统戴高乐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就对美国黄金储量下降、美国会爆发金融危机啊、支付危机，那么就有了质疑。 而且采取了行动。那么，法国先后呢从美国拉回来价值十五亿美元的黄金。那么，当他啊准备再次把所有的黄金拉回法国，而且其他国家效仿的时候，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号，当时时任总统尼克松发表了二十分钟的总统演讲。演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美元不再跟黄金挂钩。 各国货币也可以不和美元挂钩。美国政府对全世界这次大的违约，使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由此呢，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体系会是什么样？大家都找不着方向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牙买加会议。这次会议呢，做了几项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呢，就是 承认浮动汇率的合理化，就是你各个国家的汇率啊，都不必跟美元挂钩，也不必跟黄金挂钩，你各个国家的汇率可以各个国家自主决定。第二呢，推行黄金的非货币化，黄金就不再是货币了。那么由此呢，世界进入了牙买加体系。那么牙买加体系呢，它就有很多的弊端啊。第一，它失去了黄金作为锚定物这样一个。 可以对世界货币体系起到稳定作用的稳定之锚。第二呢，它缺乏统一的货币标准，那么各国呢都可以凭着自己信用发行货币。第三呢，国际收支开始失衡，那么没有货币的协调机制，没有货币的统一标准，所以就形成了后边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号之后。 美元依靠它的这种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形成的这个巨大的使用惯性，那么还有美国呢，作为第一经济大国、第一科技大国、第一军事大国，它这国家信用的强大的支撑力，所以美元的霸权地位由此而产生。这个我们是要把它分成两个阶段看，第一个阶段在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 那么，美元，我个人认为呢，它是世界公认的硬通货，是，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重大作用的一种国际货币，而且，美国呢，为维护，呃，二战以后，一直到七十年代这个国际贸易的正常交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美元在脱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这个时候的美元，它才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才真正成为收割世界财富的收割机。第一呢，它就是绑定石油。石油原来呢，它属于稀缺商品，属于战略性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是石油消费的第一大国，也是第一进口大国。因此，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协商好之后呢，通过欧佩克组织，使石油结算货币呢和美元绑定。也就是说，所有国家只要你从欧佩克组织进行石油交易，那你使用的这个交易货币必须是美元。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呢在美元输出的同时，它要回流美元。 才能保持美国在国际大循环中能够收割其他国家的财富，所以美国呢建立了一个美元回流的机制，也就是说，一方面呢，贸易结算货币要用美元，储备货币要用美元；另一方面呢，美国向全世界发行美国国债，使大量的美元呢再回流到美国，形成美元的这种国际的大循环。美国的时代广场。 有一个国债中，是要告诉美国人民，美国欠了多少债。那个国债中呢，几点是多少呢？是十万亿美元，也就是你美国国债呢，发行是不能超过十万亿美元的。但是在二零零八年，美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十月十号那一天。 美国的国债啊，就超过了十万亿，是十点零二万亿。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呢，就是二零零八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呢就开始用国债转嫁美国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美国在二零零八年以后，先后实行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总计。 啊，增发的这个国债，三万多亿。他在二零一六年对三十四家大银行做了这个压力测试，压力测试证明呢，美国这些大的银行都已经经过了这种抗风险的测试，就是风险已经释放完毕。那么这里边就跟它的美债作为回流基础，就是这个国际这大循环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这个疫情期间，美国用。 不到三十八天就释放了十五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就发行了三点三万亿美元。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是啊，通过了接近十年的时间，现在呢是不到半年的时间，所以美国的国债现在呢已经涨到了二十七万亿，估计到年底呢，美国的国债有可能攀升到三十万亿。所以美元的这个回流机制啊，是它的一种。 收割世界财富啊，创造美元霸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美元的这个大幅度的贬值，这也是美国收割世界财富的一条途径。也有经济学家算了这个数，就是美元在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挂钩的时候是一盎司黄金相当于呃三十五美元。那么现在的黄金今年已经上升到。 两千多美元一盎司，美元的价值呢，也从，呃，一九四四年，呃，这个时候的一百美元，现在下降到了两块八毛九。这个数字还是去年的，呃，还没有算啊、呃，今年这货币放水啊、贬值啊，还没有算这些零利率啊，甚至将来负利率，那么按照这个到去年这个数字呢？ 呃，原来的一百美元现在已经仅剩两块八毛九，也就是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呢，也是它收割世界财富的一种工具。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啊，美元基本上就是十年是一个周期是贬值的，六年一个周期是升值的。美元大幅度贬值的时候是美元流动性泛滥，通过流动性泛滥，在全球收割世界财富。那么当它六年升值的时候呢？ 加快美元回流，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货币贬值、美元短缺，造成美元荒，美元向美国回流，那么进一步的收割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财富。我们可以看到，美元的升值和贬值也是它这个国际大循环中的，因为它的国际上大家的认同度高，使用的频率高，它铸币税高。去年举办了。 关于美国问题的国际高峰论坛，曾佩炎理事长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演讲。他的演讲的题目是“美国吃亏了吗？”做了非常详实的这种数据分析。经过算账，他说：“美元呢，实际上每年呢，是产生了五百亿美元的铸币税。这个五百亿美元实际上是美国从世界得到的巨大的好处。” 所以呢，你不管它升值还是贬值，它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美国呢，对于敢和美元分庭抗礼的这些货币、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打击。最突出的是欧元，欧元在呃成为国际货币进入阿斯蒂亚篮子里边以后呢，成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欧元最高的时候，在结算货币中已经占到百分之三十六。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又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以下，最新的数字它在百分之二十六。它对欧洲进行的无情的军事打击，包括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背后的这个因素呢，都是通过这些战争既打击了这些国家，赢得了在这些这些地区的资源、能源的主导权，又进一步的削弱了欧元。第五就是还有一个强大的美元结算体系。 近一二十年才形成的美国利用 s w i 特 t 这个体系，体现它的美元霸权，体现它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长臂管辖，把它作为了一种工具。s w i 特 t 结算体系呢，一九七三年成立，实际上是一个国际银行间的结算组织，国家统一的银行间的支付和信息传输系统。那么这样一个系统呢？ 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代表美国的利益，二百多个国家参加，一一万个银行，它代表的是全球各国家的银行的共同利益。那么，为了更快的结算、无障碍的进行国际贸易结算斯沃夫的结算体系呢，它其实也不排斥其他的货币在这里边结算，但是用美元结算的占的比重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美国在长臂管辖，在打击一些国家，利用了 s w i f 这个结算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巴黎银行曾经呢是给古巴和苏丹贸易用美元结算，那么美国的长臂管辖对法国这个银行进行了制裁，罚款多少呢？八十九亿美元。那么真正的美国的这个结算体系是什么呢？ 美联储转移大额付款的系统，这个系统呢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份开始运行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已经一百多年了。那这个体系比较厉害，它是对全世界利用美元进行结算的大额的这种交易进行跟踪。所以，对于这些保密的信息或者要制裁哪些国家，会掌握这些大额支付的流向。近十几年，美国呢用。 斯沃夫特体系作为长臂管辖的工具，两个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以美元为主体的全球结算体系，被美国操控。这是美元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啊！比如说对伊朗的制裁，所有的国家和伊朗进行交易，你就不能再用美元，也就是说斯沃夫特结算体系你不能用，美联储这个体系你不能用，那你用什么呢？ 所以这就逼着各个国家建立绕开美元的独立的结算体系。美元它为什么能收割世界财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啊，就是美国用信用货币创造的贸易逆差。实际上，在一九七一年，当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的时候，美国是贸易顺差。真正它成为贸易逆差，就是用印刷的美元可以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其他国家的服务的时候呢。 它就真正成为了信用货币，就是可以由美国决定印钞的货币，可以无限量发行货币，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独特的货币现象。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就由贸易的顺差国转为了贸易的逆差国。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有多少个啊贸易逆差国呢？ 要从一百零二个国家进口商品和服务，所以这非常惊人，对吧？你原来是顺差国，你输出的是你的工业制成品，你现在输出是你的美元，你换来的是其他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和真实发生的服务。所以大家是不是觉得美元太合算了？印一张美钞的话，成本也就是几十分，但是你换来的是。 等值的商品和服务，所以现在呢，就是一百零二国家向美国啊出口商品，而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那么近几年呢，也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啊之后，尤其是近十几年以来，中国就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用它的这个没有黄金、没有实物支撑的这个货币。 换走了中国的实物商品和服务，那你美国还要打什么贸易战呢？美国你的这种贸易逆差是你从进口国获得的巨大的好处。我们对美国出口，我们用非常低的价格支撑了美国的市场的繁荣，支撑了美国的低价格、低通胀、高福利。 美国反倒认为中国对我的贸易顺差是占了我很大的便宜，但实际上呢，是你用印出来的五千亿美元换了我五千亿等值的商品，我的商品是实物商品。当我们解剖美元，它作为世界财富的收割机，当美元已经脱离了黄金、脱离了实物的时候，它就是一张纸钞，就是印出来的钞票，所以。 中国何罪之有？这场贸易战啊，实际上是美国呢用这种贸易战来获取更多的贸易盈余，或者说从贸易战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美元叠加贸易战，使美国能收获更多的财富。所以我们就想，美国二百四十六年历史啊，呃，它一八九四年 GDP 超过英国，那么在一九七一年之前，它的强大。 和战争有关，和美国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制造业转移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有关，和美国的电力发明，甚至后边的一系列的工业发明有关。那么和美国的军事实力强大有关，但是之后它更起作用的是什么呢？是美元仍然作为准国际货币，美元这个大循环啊。 还是在继续。各国呢使用美元在继续，所以美元作为收割机的这个进程呢也在继续。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三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预测二零二零年全球经济将萎缩百分之四点四。 同时，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经济复苏力度强于预期，中国将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仅仅六天之后，十月十九日，中国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新鲜出炉。据初步核算，中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七十二万两千七百八十六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百分之零点七。 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和强劲的发展动力，能否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强有力的保障？伴随着数字货币的应运而生，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将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数字货币会不会改变美元一家独大的格局，带来第四次货币革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 继续，在历史上呢，世界货币中的硬通货也是随着大国霸权的这个转移啊，这个不断的发生演化的。荷兰盾呢，作为主导货币啊，延续了八十年；法郎，呃，曾经延续了九十五年。 英镑呢，作为国际上主导货币呢，曾经延续了一百二十五年；美元的霸权已经延续了七十六年。美元的周期呢，到底会有多长呢？尤其是这次疫情之后啊，美国有几个方面啊，呃，可能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第一呢，疫情失控，经济的，大衰退已经成为定局。第二呢，美元已经无底线宽松。 美联储负债已经超过七点三万亿，美国国债已经超过二十七万亿，这个货币政策已经没有空间，然后财政政策靠货币政策的数字化，靠货币政策财政化来解决，实际上现在空间已经不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元有可能会逐渐的失去它准国际货币的地位，有可能是由盛转衰的。 一个拐点。现在从全球看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迹象啊。第一呢，去美元的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全球百分之十的央行，在考虑或者进行这个数字货币的研究和推广。像瑞典、加拿大、挪威、瑞士、英国、新加坡、俄罗斯、日本、巴西、以色列、泰国、东加勒比这些国家呢。 已经开始啊，和推进数字货币。中国在深圳、成都、苏州、雄安和未来的冬奥会，准备进行封闭式的试点，就是人民银行直接发行的这个数字货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各国家呢都在抓紧建立啊，独立于美元的这个结算体系。欧洲建立和伊朗的这个结算体系。 二零一八年就开始了，英国、德国、法国，那么现在呢又扩大了八个国家，现在十一国家，独立于美元的这个结算体系。俄罗斯已经建立了这个金融信息的传递系统，包括对美国进行断网实验，就是在这里断网之后，我这个结算体系还能不能用，其他体系还能不能用？那么人民币呢也在建立跨境的支付系统。 中国是从二零一五年就开始了原油期货交易，采取的是人民币结算和黄金挂钩。现在我们这个呃交易的份额已经占到了全球的百分之十四，啊，我们要高于迪拜，呃高于日本，他们才百分之二。第二，去美债的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对于美债的抛售呢，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二十四个国家了。 俄罗斯、美国国债已经抛售了百分之九十五，现在仅剩了百分之五。其他国家都在呃抛售美债，美元的大的循环环流如果打打破的话，那么对美元的这个地位将是一个釜底抽薪。第三个呢，就是各个国家开始运回黄金，现在运回黄金的已经有十一个国家了，德国呀、奥地利呀这些国家黄金基本上都已经运回来了。 那么现在呢？啊，随着这个美国这个大国信用的坍塌，支撑美元的这个基础现在摇摇欲坠。有几个人对美元呢有一些论述还比较精彩啊。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啊，一九六五年的时候就说：“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他用一钱不值的废纸。 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美国的桥水集团 CEO 达利奥啊，他说的也很深刻。他说，最终债务泡沫破裂，导致印刷货币和信用以及内部冲突增加，导致某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的革命，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美国的经济学家罗奇他在最新的文章里说啊，他这个文章是在。 世界报业新提家网站上刊登的，它的题目是什么呢？美元上的钳子收紧了。他说到二零二一年底，美元的指数会暴跌百分之三十五。大家注意，就是明年。现在呢，美元指数九十多，那那到时候呢会到六十左右。我们的经济学家有的人预测呢，他会到七十五。大家认为这个到那个时候美元就就很危险了。 而且他说，基于美国宏观经济失衡的迅速恶化，欧元和人民币作为切实可行的替代货币的优势，以及美国例外特殊光环的终结，别指望美联储会挽救局面。美元的暴跌才刚刚开始。美国的学者啊，包括美国的这个企业家，对当前美元的分析也还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客观的。 最后呢，我想啊、呃，对这个未来呢进行一个展望啊。另外又提提几点建议，就是我们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第一呢，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一旦成为主导货币，甚至成为霸权货币，这个货币的生命周期会长于国家霸权的生命周期。咱们可以看到，英镑被美元替代，但英镑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的啊、呃、主要的呃国际货币。 英国伦敦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所以它会延续很多年。第二点呢，就是说，在现有的情况下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的时候，那么它主要的基础支撑点就是国家信用和国家的经济实力。当你这国家的信用丢弃了，你用霸凌主义也好，单边主义也好，保护主义也好。 反对经济全球化，反对全球共同利益的时候，所谓一个国家优先，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时候，那么你这种货币，它的含金量会大大的减少，那么甚至到最后的消失。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人民币的国际化，它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既不能高估人民币国际化喊得很响，但是我们现在贸易结算也好，呃，储备也好，百分之二左右，我们还达不到。 我们在 AMFSDR 篮子里边的百分之十点九二，距离这个还有很远，更不要说我们成为主导货币，但也不能低估。尽管我们占比中还比较小，但是这个势头随着中国信用、中国大国影响力、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我觉得人民币啊，它的国际地位未来的提高速度会高于现在，特别是疫情之后，我觉得。 中国的影响力形成的举国优势，我觉得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同。那么，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升，中国的大国信用在提升，那么它必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上的认同度。那么，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第四点呢，因为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货币体系的改革会是变局中，特别是经济变局中的。 非常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可能会有三种情境啊。第一种呢，就是美元、欧元、人民币未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构成世界主要货币，美元比重会下降，人民币的比重会上升，欧元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或者叫恒定。第二种情境呢，就是美元在一定情况下会解体。 第一呢，可能美债啊过度超发。我看到他们这个做的研究，一个数字啊，四十八万亿美元。那个时候呢，美国的呃这个国债占到美国 GDP 百分之二百五十，和英镑被美元替代的时候比重差不多。所以可能这个美债在超过四十五万亿的时候，这是一个临界点，美元可能会解体。 第二呢，美国如果是在这疫情中陷入深度衰退，甚至经济大萧条，像二零零八年，从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八年这十年之久的话，美元呢会受到非常大的威胁。那第三个呢，如果美国国债负收益，美国的利率零利率、负利率，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收益。 美元的这国际大循环就会停止，当然它也可以形成内循环，但是它的内循环有有几个制约它的瓶颈，就是美国的制造业，从二战的时候占美国 GDP 总值的百分之七十，现在已经下降到百分之十一，它要靠从一百零二个国家进口商品，那么您的美元没有信用。 谁还肯用实物商品去换你的美元呢？那美元你就不意味着你就真正成了废纸了吗？所以在这四种情况下，我认为美元呢，在世界的认同度就会大幅度下降。那么未来呢，我觉得中国呢，在这场这个呃大国的竞争博弈中，要充分发挥我们的金融的这个推动作用。 主导作用和基础性支撑作用，我觉得我们可能要从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呢，中国要建立全球的这个贸易中心，未来呢会是进口、出口、转口三个方面哈、啊，形成这个贸易的周转量。它不是说我生产我销售，而是你生产也可以在我这销售，其他国家的这个产品也可以在我这个大的市场平台里边成交。那么我们的货物贸易。 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采购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它可以多措并举，搭建全球贸易大的平台，扩大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货币结算中的比重，增加各国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比重。第二个就是要建立全球的金融中心，我们起码有条件，香港、北京、上海。 深圳、重庆、海南，好这几个地方呢，我觉得都可以成为向着国际金融中心方向发展。那么我们还会呃形成一批区域化的金融中心，比如说天津啊、武汉呐、啊、这个成都啊、西安啊这些城市，有可能成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全球的人民币的结算清算体系。 现在我们在全球已经有二十五个这个这种清算结算的中心。我认为未来的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这种结算清算中心应该在全球形成一个网络体系。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通过金融的支持，啊，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啊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那么这种循环需要金融的畅通。 金融的支持，第三个要建立全球的制造业中心。现在的制造业呢，啊，需要和我们的金融形成更加紧密的这个经济上的联系。比如说，我们现在制造业，飞机也好，汽车也好，它就需要融资租赁，那么它也需要金融。我到这深圳调研啊，在整个深圳啊，几千家企业是华为的配套商，那么有的可能就是生产一个微型传动。 有的可能就是生产一个轴承，有的可能就生产一个螺丝，那么它都是全球最高水平的单品的生产企业。金融支持这些全球产业链上，特别是能够和顶级企业进行配套的这些微型企业、小型企业，就是支持我们国家的制造业。那么第四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成为全球的要素交易中心，包括形成数据的流动、数据的交易、数据加工，形成我们这个真正的数据的产业形态，也需要啊金融的支持。那么金融支持可能有很多方面它需要改革。那么对于这些要素的支持，包括劳动力、包括人力资本，那么这些金融支持可能我们需要创新。 需要改革，需要填补这些制度的空白，所以这对金融也是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要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我们要重在原始创新。这里边呢就需要金融的支持，就跟现在的美元支撑美国的创新体系，特别美国的原始创新。它没有金融支持，没有风险投资，没有国家的这些啊、呃、美元的大的项目支持，它也是难以办到的。 所以，实际上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大国竞争博弈中，现在美元还作为准国际货币，它还有霸权地位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国家进行综合的战略设计，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我们这个国家形成呃优质制度供给的能力啊，能够占据世界的高端？ 只有你这国家在综合实力、综合竞争力、在综合国力和大国形象上面受到国际认可，人民币才能最终成为国际货币。那么，我们也更要看到，中国呢，面向未来，要在二零五零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我们的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人民币真正要形成国际大循环、国际回流。 我们还有很多的艰难甚至困苦的工作，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创新。好，谢谢各位。